经查消女驾驶四小客车，由柳川东路延宁深路往金山路方向，于内侧车道直行，未注意黄灯结束已经变成红灯，于内侧车道行驶之城南发生碰撞，消女未受伤，城南受伤自行就医，双方左侧指为零，全案持续调阅相关监视器，依道交事故处理程序转交大队厘清肇事原因。